司法被政治所操控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检讨司法。他有贪污这笔钱的意图，他就不会去记账，不合理嘛？助理捐的这是个民事契约，跟公共的钱无关。可是检察官解读不同，这是强迫捐赠，是你变相要贪这笔钱。高虹安的事情，全部都跳进去挺高虹安，我觉得不太好吧？我赞成，你赞成了、啊？我赞成。彻底，那帮我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好？对。司法归司法，是吧？哦，不，好，你讲。当你认为司法被政治所操控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勇敢出来检讨司法。助理加班费，哈，它是交给你立法委员去分配，看哪个助理比较用功，有加班啊，来分。那事实上，哪一个立法委员搞得清楚他助理有没有加班？标准模式是说，这个钱哦，通通给一个立法委员，不，一个助理。给一个助理，然后这个助理哈、啊，在负责去付给那些在外面跑场子的助理。高虹安的处理他没有经验，他就听信他底下有一个李俊毅办公室来的助理，他叫他这样处理，怎么处理呢？你就把这个加班费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助理，再由这几个助理哈、啊，不管有没有加班，回捐回来啊，在办公室里面做杂费来使用，对。这个是所谓李俊毅模式，那高虹安是要他们每一个人平均分，也都平均捐回来，其中有几个是不愿意的嘛？不乐之捐呢？他觉得不乐之捐，可是问题你也没有加班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加班的证据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实施打卡制度？那高虹安只是说比较小气啊，他还叫他每一笔记账，然后就成为呈堂证供，这里面其实不合理的地方哈，你知道？为什么我觉得检察官不合理？为了这个事情，那个郭有骂高虹安。我就说哈，第一个他有贪污这笔钱的意图，他就不会去记账。哦，是是是。你听过贪污人会去记账吗？就呈堂证供呗。不合理嘛。第二个哈，你叫助理回捐，助理捐的这是个民事契约、民事行为，跟公共的钱无关。进入助理的账户，助理再回捐出来。这个是要捐赠，捐等于是我们在办公室说，哎呀，我们买咖啡好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出100，很多办公室都有这种做法嘛。他觉得这一段是民事行为，可是检察官解读不同。检察官解读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你叫助理回捐，这是强迫捐赠，是你变相要贪这笔钱。第二个，你记账哈，是呈堂证供，证实你有吞了这笔钱。他的检察官的推理刚好相反，那公然相反说啊，你写的公虾没有，我贪污还要记账吗？那所以一审停职的可能性，我不晓得，因为台湾的司法我有经验过，他很多事情给颠倒解释。